各位议员午安，本会第十三届第一次临时大会第一次会议出席签到议员已足法定人数，请开议。我们开始开会，请各位就位。副议长，本会各位同仁，秘书长，各位事务官员，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以及旁听席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们先报告今日议程。第十三届第一次临时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一、主席宣告开会；二、报告今日议程；三、宣读第一次定期大会第十一次会议记录；四、报告事项；五、一读会；一、宣读市府提案；二、宣读议员提案；六、二读会；一、审议市府一般提案；二、审议议员提案；三、审议报告案；四、审议司法规案；五、审议106年度本市地方总决算及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审核报告；六、审议市府捐助基金累计超过 50% 财团法人106年度决算；七、审议105、106、107年度本市地方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八、审议105、107年度台北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建设计划特别预算准备金动支数额表。宣读完毕。各位同仁，对于这第一次定期大会第十一次会议记录，今日的议程我们就予以确定。接下来我们宣读第一次定期大会第十一次的会议记录。台北市议会第十三届第一次定期大会第十一次会议记录，时间108年6月12日下午20:36，108年6月13日下午1:30至64分。地点本会议室，定出席议员如书面，请加议员如书面，列席如书面。主席陈议长景祥，李副议员中午，陈议员重文。甲报告事项：一、洪秘书长报告出席签到议员已足法定人数；二、主席宣告开会；三、报告今日议程；四、宣读本次定期大会第十次会议记录；五、市府函文提会报告事项记一案。130075案议决备查，以一读会宣读提案交付审查市府提案。130034案议决暂搁。130036案暂搁。丙，二读会一。审议市府一般提案130003案议决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05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31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32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33案照审查意见通过。二、审议议员提案130004案议决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05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12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36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67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70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73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74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80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84案一、案有修正为推动北荣使用质谱仪检测农药残留；二、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88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90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92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93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94案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95案照审查意见通过。三、审议108年度台北市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财政建设委员会所属部门税入部分第六款补助及协助收入第十六项财政局一决照审查意见通过，税出部分第六款产业发展局主管第三项市场处一决照审查意见通过。四、审议市法规案修正台北市舞厅、舞场、酒家、酒吧及特种咖啡茶室管理自治条例。四、召集人王议员号说明一决第十二条、第十九条均照审查意见通过。丁，三读会一、审议108年度台北市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一决照二读审议意见通过，文字授权议事单位整理。二、审议市法规案修正台北市舞厅、舞场、酒家、酒吧及特种咖啡茶室管理自治条例一决照二读审议意见通过，文字授权议事单位整理。五、市政总质询及答复，第二十质询组质询院陈建明议员、柯市长等答复。第二十一质询组质询议员陈一舟议员、陈崇武议员、李副中武议员、应小薇议员、陈勇等议员、柯市长等答复。
及其他事项，依简述会议员提，针对107年11月29日由市府前顾问李文忠邀集各局处首长讨论大巨蛋案秘密会议一事，请柯文哲市长到会进行专案报告。发言议员秦惠珠议员等八位，主席裁示于6月19日提程序委会处理。二，洪建议员提，有关永盛大楼停车场夹层违建一案，本席于市政总质询时跟市长再次确认是否愿意帮忙市长交办的事情，结果市府官员却爽约无疑是对议员的侮辱，本席认为此事要对议会有个交代。主席才是市府官员如有承诺议员的事项就要照做，不能敷衍议员，请市府来函说明。宣读完毕。好，谢谢各位同仁，对于第一次定期大会第11次会议记录，是否要需要修正或是补充的意见？如果没有，我们就予以确定。接下来我们审议这个报告事项，我们把这宣读完再那个好吗？那个报告事项有三案，一读会事务提案有两案，议员提案有八案。二读会市府一般提案有一案，议员提案有五案，报告案有两案，市法规案有三案，还未宣读。宣读之后，我们再进行审议，请宣读。报告事项130076案，简送台北市立大学校务发展基金108年1至6月补办预算明细表一份，请查照。程序委员会审查意见提大会报告。130077案，简送台北市地方教育发展基金108年度1月至6月补办预算明细表一份，程序委员会审查意见提大会报告。130078案，简送本局108年度上半年台北市环境保护基金补办预算明细表一份，会请备查。程序委员会审查意见提大会报告。一读会市府提案130037案，本市南港区旧庄段2小段34及34之1D号市有土地续租案，因租用面积大于100平方公尺，且租期累计逾10年，或前经归会同意续租10年后租期又将届满，请会议同意办理续租，敬请审议会复。程序委员会审查意见交付公务委员会审查。130038案，未制定台北市重阳节礼金自赠自送自治条例案，进行审议。程序委员会审查意见交付法规委员会审查。一读会议员提案130096案，为简化作业程序，加速推动围老重建，授权围老重建范围内是有土地面积在150平方公尺以下之是有土地，是否得先行依规定予取得行政院核准函后，依台北市市有财产管理自治条例办理出售，事后再依土地法第25条规定之精神向本会报备。提案人侯建议员等20位，程序委员会审查意见交付公务委员会审查。130097案，针对去年11月29日由市府前顾问李文忠邀集各局处首长讨论大巨蛋案之秘密会议一事，请柯文哲市长赴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提案人简淑培议员等38位，程序委员会审查意见进附二读。130098案，鉴于台北市公幼仅具2岁专班、3至5岁混龄班，为保障3岁幼童公幼名额，敬请市府尽速研议恢复3岁幼童专班及加强3至5岁混龄班之公平抽签方式。提案人徐小新议员等6位，程序委员会审查意见交付教育委员会审查。130099案，为加速推动围老重建简化作业程序，授权围老重建范围内市有土地面积在150平方公尺以下之市有土地，是否得先行依规定予取得行政院核准函后，依台北市市有财产管理自治条例办理处分，事后再依土地法第25条规定之精神向本会报备，以避免原程序冗长，延误围老重建推动时程。提案人戴希清议员等11位，程序委员会审查意见交付公务委员会审查。130100案，有鉴于议会将通过保障障人权利之提案，基于平等原则，则建请台北市政府尽速完成相关如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瑶族等在台之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措施，程序委员会审查意见交付民政委员会审查。130101案，针对敬老卡每月皆有剩余点数无法使用之问题，建请市府研议修改验票机系统之扣款规则。提案人徐家培议员等44位，程序委员会审查意见交付交通委员会审查。130102案，请台北市
请警察局尽速办理第一起监视系统太旧换新案，委托技术服务案之遭绝标事宜。提案人许家北议员等46位。程序委问审查意见交付警政卫生委会审查。130103案，请警察局依规定及程序补足刑警警徽不足数，以利刑警出勤执勤识别身份使用。提案人许家北议员等46位。程序委问审查意见交付警政卫生委会审查。二读会一般提案130030案，有关本府办理大同社区重建后，台北市大同区大同段大龙段二小段027室第一号室有土地及其建物，拟依土地法第25条规定之完成处分程序办理签订契约及土地使用权同意书，起招人变更案，进行审议。审查意见同意。王世坚议员保留大会发言权。二读会议员提案130062案，请台北市政府应尽速完成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企业工会所提之诉求，确实补足辨识人力各种车辆车损负担合理分配及业点费为工资性质之认定等三项攸关劳工权益改善措施。审查意见：一，请环保局会同劳动局研议，新寒户无法继续担任清洁室民工后，优先禁用环保局短期就业人力之可行性；二，送请市府尽速办理130082案，落实确认住警器领取安装。审查意见：送请市府办理。130085案，鉴于内政部未同意市府函请展延危老条例时程奖励的申请期限与重建计划申请的施行期限，以及危老重建范围若设有地恐因土地法第25条限制，致使重建期程延宕一案，建请市府在函请中央再次沟通，并研议是有地参与为从建受限土地法第25条之松绑配套，让危老重建政策口惠实质，以提升民众参与危老重建的意愿。审查意见：送请市府办理。130086案，鉴于本市公园绿地广场受伤事故频传，且不少是因体健与游乐设施所导致，为民众申请国赔期间冗长且不易举证，致使伤者索赔无门，建请市府研议拟将公园等范围比照台北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所规定之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保险场所办理投保事宜。审查意见：送请市府研议办理。130089案，要求台北市政府将一警消荣誉卡优惠项目比照志愿服务荣誉卡福利办理。送请市审查意见：送请市府研议办理。二读会报告案130003案，为因市库资金调度需求，本市市库将向本府捷运工程局主管台北市台北都会区捷运固定资产重置基金调借资金184亿5000万元，请查照。审查意见：一、备查；二、而后市库向各基金调借资金，市府不得损害各基金原有收益。130013案，为应市库资金需求，本市市库将向本府捷运工程局主管台北市台北都会区捷运固定资产重置基金续借资金62亿元，请查照。审查意见：一、备查；二、而后市库向各基金调借资金，市府不得损害各基金原有收益。台北市议会法规委员会对修正台北市政府投资事业管理监督自治条例第9条条文案之审查意见。修正条文第9条，市政府资本额超过20%以上之投资事业，其总经理应列席市议会报告并备询，董事长经市议会之邀请应列席报告并备询。市政府资本额未超过20%之投资事业，其总经理或董事长如系本府股权代表，经市议会邀请应列席报告并备询，如二者均非市政府股权代表，由市政府指派股权代表一人列席报告。审查意见：本条修正如下：市政府资本额超过50%以上之投资事业，其总经理应列席市议会报告并备询；董事长经市议会邀请，应列席报告并备询。市政府资本额未超过50%之投资事业，其总经理或董事长如系市政府股权代表，经市议会邀请列席报告并备询；如二者均非市政府股权代表，由市政府指派股权代表一人列席报告并备询。前项情形，市政府提供场地并与投资事业订有委托经营管理契约者，应于契约内载明投资事业之总经理或董事长，经市议会邀请列席者，应列席报告并备询及其违约罚则。
台北市议会法规委员会对修正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条例第11条条文案之审查意见，修正条文第11条，主管机关依都市更新条例第30条规定订定权利变换最小分配面积单元基准时，因应个案并考量本市未来都市发展之形态、人口结构、产业特性等因素，就权利变换计划规定之最小建筑单位面积及其对应之土地所有权持分面积，订定最小建筑单位之单最小建筑单元之建筑物与土地总价值后定之，前项基准之最小建筑单元面积扣除公用部分与这露台及阳台面积后不得小于46平方公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则不在此限：一、本市整宅之都市更新事业；二、权利变换后实施者分配之建筑物；三、社会住宅或公有职务宿舍是权利变换后所有权人或他向权利人分配之建筑物做商业使用，并载明于都市更新事业计划符合商业使用之使用组别，依台北市土地使用 分区管制自治条例予以认定。五、都市更新计划都市更新事业计划报核日之合法建筑物登记面总面积未达是16平方公尺，且于权利变换后分配之建筑物面积不小于都市更新事业计划报核日之合法建筑物登记总面积。审查意见，本条修正如下：市政府依都市更新条例第51条规定订定权利变换最小分配单面积单元基准，为权利变换后应分配之建筑物登记总面积扣除公用部分与这露台及阳台面积后不得小于是46平方公尺，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本市整宅之都市更新事业；二、权利变换后实施者分配之建筑物；三、社会住宅公有职务宿舍是权利变换后所有权人或他向权利人分配之建筑物做商业使用，并载明于都市更新事业计划书符合商业使用之使用组别，依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予以认定，并由市政府公告之。五、都市更新事业计划报核日之合法建筑物登记总面积未达46平方公尺，且于权利变换后分配之建筑物登记总面积不小于事业计划报核前合法建筑物登记总面积。特别是因为法规委员会对制定台北市重阳敬老礼金自送自治条例案之审查意见，制定条文名称台北市重阳敬老礼金自送自治条例，审查意见名称照制定名称通过。第一条，台北市为弘扬敬老美德，关怀及表彰长者对社会之贡献，自送重阳敬老金，特制定本自治条例照制定条例通过。第二条，本自治条例之主管机关为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办理下列各项工作：一、整体业务之规划、执行、宣导、督导及考核；二、年度预算编列及拨款；三、协调民政局各户政事务所、各区公所及各里办公室协助办理发放事宜；四、年度定期调查及查访；五、其他相关事项。本条修正如下：本自治条例之主管机关为台北市政府，并委任下任机关办理下列事项：一、市政府社会局总理本自治条例整体业务之规划、执行、宣导、督导及自送作业等事项；二、本市各区公所办理自送作业；三、市政府原住民主事务委员会会诊本市原住民受领人名册及办理其自送作业等事项。第三条，敬老礼金发给对象为涉及本市自重阳节当日已达三个月以上，且于当年12月31日年满65岁以上长者或年满55岁以上原住民族长者。审查意见照制定条文通过。第四条，敬老礼金是发给基准如下：一、满65岁以上未满75岁者，每人新台币1500元；二、75岁以上未满85岁者，每人新台币3000元；三、80岁以上未满99岁者，每人新台币5000元；四、年满99岁以上者，每人新台币10000元及礼品一份。前项拨给标准于原住民族长者适用时，按各款规定年龄降低10岁。本条修正如下：敬老礼金之发放基准如下：一、65岁以上未满75岁者；二、75岁以上未满85岁者；三、80岁以上未满99岁者；四、99岁以上者。前项发放基准原住民族长者适用时，按各款规定年龄降低10岁。第一项各基准发放金额由市政府订定办法规定之。年满99岁以上长者及年满89岁以上原住民长者，加赠礼品一份。第五条，敬老礼金由主管机关于每年重阳节前以转账方式汇入受领人指定邮局或台北富邦银行账户，但必要时得由本市各区公所指派专人发给。本条修正如下：敬老礼金应由市政府于
每年重阳节前以转账方式汇入受领人指定邮局或市库代理金融机构账户，但必要时得由市府指派专人发给。第六条，位于重阳节前领取敬老礼金之受领者，得于当年度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向户籍所在地之区公所申请补发，借其未申请者视为放弃领取，不再发送。本条修正如下：位于重阳节前领取敬老礼金之受领人，得于当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申请补发，借其未申请者视为放弃领取。第七条，不服敬老礼金受领资格者，主管机关得撤销发给，并以书面行政处分追缴已受领之礼金，但于年度发给名单确定后重阳节前时完或迁出者，不在此限。本条之主管机关文字修正为市政府，依照制定条文通过。第八条，本自治条例所需书表格是由社会局定之，本条之社会局文字修正为市政府，依照制定条文通过。第九条，本自治条例所需经费由社会局编列预算之应，本条之社会局文字修正为市政府，依照制定条文通过。第十条，本自治条例自公布日施行，照制定条文通过。宣读完毕。好，林雨梦议员。有声无？哦，议长，各位同仁哦，我这边今天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蛮温和的人啦，但是呢，今天这个程序上面，我觉得哦，我真的是有点忍无可忍了，所以我必须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严肃的提出来。今天的这份议程，请问是几点的时候才订立的？就我所知，今天这份议程，今天的中午十二点才开会去决定的。然后呢，我们办公室收到这份议程的时间是1点15分，我们2点的时候就要开会了，请问一下，剩下这45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怎么去了解一下这里面几十个案子在这里面，我们要怎么去研究这些今天要等一下就要审的这些提案？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令我们这些年轻的议员非常的失望。我们台北市是一个自诩最进步的、议员水准最高的一个市议会，但是为什么每次今天是最离谱的？我为什么要说今天是最离谱？因为上个礼拜秦惠珠议员他就已经提过了，资深的议员他已经提过了，为什么每次我们的议程都要在这么晚的时候当天才到我们的办公室来？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些助理、我们这些幕僚有时间去看这些议程吗？有时间去看这些提案吗？上个礼拜议员就已经问过，资深的议员都已经问过这件问题了，可是这个礼拜一样没有改善啊，变本加剧耶，这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情况？为什么已经有资深的议员提出这样子的意见之后，但是我们的议会、我们的议事这边、议事组依然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进行我们的市议会审查？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我们对得起所有台北市的市民吗？我们今天是想要，我想请问一下，我不想阴谋论，但是我想问一下，请问议事组这边、议长这边，想请问一下，我们是想要帮市政府背书吗？当橡皮图章吗？我们都不用看，我们没有时间看啊。上个礼拜议员就已经提过啦、不要当市府的橡皮图章嘛，我们市议会有自己的独立的这个人格嘛，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意见嘛。那请问一下，今天12点才开程序委员会，然后1点15分才送到我们办公室，请问这是不是就是叫我们要当市政府提案的橡皮图章？我想请问一下嘛。好，那个这个林议员，我给你报告齁，这个我们这个每个提案的都是透过程序委员会
提案了以后，通过了以后就送大会，都是一样的。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今天12点开程序委员会，对，1点15分才送到。我们议会从以前例行性都是这样的，我们都不用看，所以以前的议会就是这么样品质低落的吗？大家都没有看，大家完全没有看。我请问一下，上次议员就已经说我们现在根本没有时间看，所以我们只好稀里糊涂的让他过了。不会啊，你有意见可以赞歌啊，你有意见可以赞歌、啊。不是赞歌的问题，我们连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现在有一个诉求啦，希望议长可以就是答应一下，好不好？那我们这个是透过整个程序的会议，我现在有一个诉求，送大会的，这是一定的。对，我现在有一个诉求，我希望下个礼拜，因为我们每周三都要开。是议会嘛？那你说你的意思说程序委员过了就不能送大会吗？不是哦，程序委员会应该要早一点开，不是当天开。我希望我们的议程应该要在一个礼拜前就送到我们的办公室。好，那这个不会很难吧？好，没有关系，我们在检讨。不是在检讨议长，你可不可以承诺？我不能承诺啊，这一场议会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那请问议事流程是谁在处理啊？不是议长吗？议长有这个权利，可以让我们的议事是更有品质的，不是吗？没有，这个整个程序有还是有一定的动作的，一定是不是要通过。上个礼拜就已经有议员提出来了，可是为什么一样都没有改？你真的，你叫我们今天在这边看这几个案子，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处理。给林议员报告，4、5提案早就已经都发给简讯给各位都有了。发什么简讯？我不知道今天要审啊。都是函传给议员的手机里面应该都有啊，或是整个网络。没有啊，我们没有收到啊。请问是现在对时代力量党团是歧视是不是？那在整个电子公文也都会有啊，电子公文都提早都送了。议长，不是今天程序委员会今天开的，大概都是我们议员。你十二点才开耶，今天十二点才开。没有，程序委员会他所开的是当天开通过的案子就送大会，都一定都是这样子。不是，我认为这个议程、这个流程一定要调整。你不能在今天的12点开，然后1点15分送到大家办公室。我告诉你，在场一大堆议员，我跟你讲，大家一定都对这个案子。好，那我请那个秘书长给各位报告。是不是可以在一个礼拜前把议程就送到我们办公室来，大家的办公室来？凤议长只是向大会报告。一般来讲，4、5提案的话，都是要送到议会15天之后，我们才会排上议程。那至于议员提案，因为有时效性，通常就是当天的程序会通过之后，当天下午就会提到大会。不是，我现在就是在跟你讲，你现在这些东西，我们请问一下，里面有很多市府的提案啊，上次就已经有议员讲过了啊，我不需要再重复一次。这边那么多市府的提案，结果到最后大家都是稀里糊涂，因为根本就不了解嘛。所以我这边诚心的建议一下，拜托。然后再来就是明天要开会，那请问明天的议程什么时候要来？明天要开会，请问明天的议程？明天的议程哦，要看今天审议到什么时候，我们才排明天的议程，都是这样子排的。什么东西？你说，所以明天一样也是一点多才会再给我们。我们今天审议到什么地方，什么东西结束了就少了什么。不是嘛？你现在这些，所以你现在是觉得这都没有问题？那所以你是在说上礼拜秦惠珠议员是在乱讲的吗？我非常赞同他的意见啊。秦惠珠公园，你是在说他在乱讲是不是？就说。大家没有时间看嘛？秦惠珠议员怎么可能会乱讲？他那么资深，所以我也很认同他啊。我认为他没有乱讲啊，就是因为大家这个议程来得太晚了嘛，所以大家根本没有时间去审，没有时间去看嘛。我想我立委几十年的，我完全都符合整个议程的。网站是有资料啦，是有提案资料，啊、不是没有啦。我当天早上都可以在市议会的首页网站就可以点到，连附件都有啦。其实是有的啦，完，请不要消我音好不好？拜托一下，我必须要讲啦。我们都是当天才知道今天要审这个案子，我必须要讲。不过电子网站，电子网站，网站是公告，我现在正在说，今天下午要审这个案子的时候呢，所以呢，我现在诉求也很，我现在没有什么。你现在是说4、5提案的东西嘛？是不是？啊？还是议员提案的？市府提案跟议员提案都是当天才知道啊！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讲，我希望一个礼拜前先把这个议程早一点的时候送到，这不过分吧？这个我想那个这个很不理性吗？好，林委，你稍待哈，请外助请议员。好，
报告大会啊，刚刚林以梦议员一直点到我的名，提到说我什么上礼拜是乱讲的，我听了一头雾水。我上礼拜有乱讲什么吗？啊，他举的这个例子说程序来不及，我上礼拜好像也没有提这个哈、哦。以上修正。我想我们议会提大会东西哦，就是应该透过程序委员会一通过，就当天大会马上提到这个整个大会来的。对对对，主席都是这样子。主席，你的才是我没有意见，我是说哈、哦，是以后拜托本会同仁提到别人的意见的时候，哈、哦，第一个。这个用语要尊重一点，不要说秦惠珠议员上礼拜是乱讲的吗？哈、哦，这个我觉得对我个人不尊重。是。第二，讲的内容哈、哦，要确实，我上礼拜没有讲，林议员表述的这些，我只是说我们议员的提案，原始提案人要在现场，然后议事组要负责提醒。对。这个部分呢，也已经有做到了。以上。是是，我想秦爷也不要误会哦，他应该林议员是没有那个意思。你还在讲，我想那如果要大家如果要发言，一人不能超过三分钟哈、哦，请开始，那个林玉梦继续。嗨，没有声音。那个刚刚第一个那个议长那三分钟那有点不合理，因为我之前看其他的议员发言都超过很久啦，但是这个先不要讨论，我现在就是讲说我诉求真的很简单啦，就是呢一个礼拜前拜托先把议程告诉我们，那例如说明天就有又要开会，然后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议程，那到底是我们每天都是在搞不清楚状况然后来开会，这样不是很奇怪吗？再来就是我刚刚要讲我一定要再郑重澄清，我刚刚为什么要讲秦惠珠是议员，是因为我们非常认同他刚上次所说的意见，因为他上次点出了一个大家的盲点，就是大家都是稀里糊涂过了，也搞不清楚这个内容是什么，所以等一下，没错，等一下希望所有的这个议案哦都要有拜托一下，都要有人来说明，包含议员的提案也一样，等一下每一个提案都要有人来说明，让我们更了解大家提案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以上，谢谢。谢谢，请徐小新议员。对，说明一下哈，上一次跟这一次的差别，然后还有，因为我自己也是程序委员会里面的委员哦。那么呢，上个礼拜大会的时候，秦议员我们在议会里面讨论的，主要是针对呢议员提案，但是他本人没有到现场，这样子是不符合我们的议事规定。所以在上一次的时候，很多的议员也都发言提到，就是说，如果你的提案本人没有在现场的话，那我们是不去处理他的。所以呢，也要求就是呢，我们的议事组要优先的来通知，如果你的提案有在这个礼拜的大会要出现的话，要先通知那位议员，以免呢他本人没有来，然后呢发现原来他的案子有在礼拜三。那么呢，这么刚好我今天也有自己的提案，所以我在这个礼拜初的时候就有收到来自议事组的简讯，告诉我说这个礼拜三大会会处理我的提案，那我要到现场，这样子我们的案子才能去继续。所以我想上个礼拜呢，秦议员还有我们很多的议员所提的这些意见，议事组确实是有在处理。那至于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关于程序委员的部分哈，我们程序委员会是在礼拜三的中午，一般来说礼拜三的中午进行开会，但是我们开会的内容并不是说去拉什么案子进不进来讨论，不是这样，那是由我们的议事组先把这个礼拜呢要预备要送到大会来的提案，那给我们的程序委员会做排案的审查，有些委员可能对一些案子有意见，他可能会搁置或是表达不同的意见，但是实际上这些案子我想在之前在网站上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所以我们今天包括大家今天比较关注的这个重阳敬老金的致送自治条例，实际上面在上个礼拜不管是在新闻媒体上面或者是说我们应该在网站上都可以查询到，这个礼拜三的二读会会在本周的大会里面来处理。所以以上跟大家说明一下周三的程序委员会的一些工作的内容，谢谢。好，谢谢，请周委员议员。好，那个议长各位同仁，我想这里面有一个误会，就是两件事情被混为一谈了啦，一个是资料的送达，一个是议程的确定。议程的确定啊，有点困难，说一个礼拜以前啊，比如说明天的议程，当然看今天的议程审到哪里，有哪些还没有审完的，
继续排入明天的议程。我们不可能在今天会议结束之前知道说有哪些已经审完了，有哪些还没有审完。所以明天的议程，当然看今天的议程进行到什么地步，才会知道明天的议程。那第二件事情是资料的送达，那这部分要就请这个议会的秘书处这边要确保市府的不管是提案或者是他的核备案备查案送到议会之后呢，就要确保说我们的议员都可以看到市府送来的提案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只要你可以事先看到市府的提案或者是备查案，那我们就可以事先对这些案子去做理解。至于这些案子什么时候会排到议程里面去，真的就是有一点困难，说太早能够进来了。所以这是两件事情哦，议程的确定没有办法那么早确定，可是资料的送达要请秘书处能够确保议会收到市府的案子之后，我们的议员都可以得知市府送来怎样的案子了。好，李庆仁议员。好，其实关于刚林议员谈这个问题哦，其实今天的以今天的议程为例哈，二读会的林议员应该没什么争议，因为二读会的资料我们在一读都做过了，所以他应该了解哈。谈的应该是一读会的内容，那一读会里面分了两个，一个叫市府提案，一个叫议员提案。那市府提案的部分呢，其实大家翻一下市府的来文，都是6月11号还有6月13号环保局6月13号嘛。所以其实啊，我们办公室议会办公室研究室的网站里面，对于市府来文啊，不管是报告案还是属于提案，都会揭露啦。像我的助理就会每天把它抓下来，所以抓下来以后，我们议员针对这些提案还没有进入程序委员会的哦，还没有进入程序委员会哦，这些提案其实我们事前都会看到。所以市府提案的部分啊，就建议是说我们议员如果没看到可以先去看网站，那就有了。至于什么时候排入啊，那是要经过程序委员会排的齁，这是事实。重点在议员提案，议员提案确确实实啊是今天程序委员会讨论，然后下午就赶快排进去，这是事实。可是问题困扰在哪里呢？刚刚林议员讲说希望能够让大家先知道，问题是我们有的议员啊，他有时候提案了急得像热锅蚂蚁，他非要今天一定要挤进来哦，也就是说他可能昨天完成提案，他今天要求我们程序委员会就要开始处理，然后一定要排到大会。有时候紧急状况，市政府如果发生市政紧急状况，他当天提案都可以，坦白讲我们今天当天提案都还可以 哦，只要通过程序委员会去排哦。所以也就是说在议员提案部分啊，林议员这部分的话恐怕是很难做到。为什么？那你除非程序委员会说干脆我们前天就开好了，礼拜一开嘛。啊，礼拜一开问题是礼拜二急着要提案的议员要提案的怎么办呢？程序委员会不可能为了他一个提案就再开一个程序委员会。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大家目前啊可能比较有争论的地方了齁，谢谢。其实我们议员自己提案齁，有时候等两个礼拜才送到程序委员会，才到送到大会的，还是都有时间性的，不是没有的。我想还是请比较不了解的，我想还是请议事组的我们的帮忙把我们的议员哦不了解的状况还是要告知一下。苗博雅议员，谢谢议长以及谢谢所有议会同仁跟。我今天比较有想要提的问题是说，我们今天二读会的法规案里面有排的议员提案第130078案，据我所知其实这个案子它在法规委员会的议事录其实还没有被确定过，所以我想确定一下，因为按照我们议会里面的议事惯例议事规则，那法规案要排进二三读其实应该要先确认议事录之后它才会被排进大会二读三读的议程，那所以这个案子没有确认议事录就把它排进大会的议程，这样子是合法的吗？谢谢。我请法规会召集人王议员，王召集人浩哥该谁解好不好？他说我们法规会有一个叫进
员不是法规委员会的委员，所以他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决定。要进入，因为进入大会，进入二读，对不起，我没关系，我们讨论那边，我们再谈，没关系，没有关系，我们法规已经过了，所以来上了我们议会大会里面。我们到那边，我们再检讨，好不好？好，现在各位议员，请翻开报告事项的目录。你选没选新杰？好，我们先审130076案。130076案有没有意见？是，有意见，那我们就赞歌。啊？有意见，有意见，我们就赞歌了。还没意见哦？没意见，成场。没有，那个应小薇议员有意见。不是的，我没意见，我是听说你这样哦，你讲我一个，好，好，没有意见，我们就存查哦。130077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存查。130078案有没有意见？有意见，我们就赞歌。接下来45提案一读会，130034案有没有意见？有意见我们就赞歌。潘怀忠议员，对对对，因为现在目前这个130034案哈，是有关我们那个北投区一个小学哈，叫奎山小学。他们要盖一个这个教学大楼哈，那事实上现在目前市府出的所有的这个地的这个权利啊，只有0.2平方公尺，0.2哦，对啊，就0.2平方公尺哈。也就是说呢，当年市政府之所以会拿到这个0.2平方公尺，原因是因为私人土地，他抵税用的，就他需要交税的时候呢。他把这块小地抵税用的，那现在如果你这个0.2平方公尺不卖的话呢，这整个奎山中学整个教学大楼没办法盖，已经拖了9年多了。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案子哈，130034案哈，他因为现在在一读会，那我坐在这边哈，总共大会提出来有意见，总共3次。3次都挡掉，那我是觉得如果说依照我们的惯例有意见就挡掉的话呢，本来是我也没有意见，可是呢现在你 0.2平方公尺，你总得有点理由吧，是不是？就是为什么不能复委？主席啊，你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连续挡3次那理由在哪里，能不能说一下呢？好，我们今天是互委，这个是互委的哈、哦。我看那个，我们在谈哈、哦。那个洪金议员，上个礼拜是因为我有意见，那后来因为你也解释过了以后，发觉1/48，也就是0.2多的平方公尺，主要国有财产署跟我们台北市政府之前是抵税地所收的，那国有财产署的卖的金额好像是15万还14万多。那我个人认为这个礼拜我没有意见，是希望这个东西要比照办理，让奎山小学可以顺利的去新建它的新的大楼。所以以上跟大家报告一下，上个礼拜是我有意见，那现在我没有意见，谢谢。那个，好，因为也有家长来澄清，总共因为有16个学生，那如果校舍一直都没有办法盖的话，16个学生都要去跟人家借教室的，所以还是请各位议员，就是说针对这个提案，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良性做一个更深入的沟通，但是这个学校这个案子真的也被暂搁太久了，还是请各位议员能够支持一下。好，那个王浩王议员有意见吗？我是第一次赞歌，因为市政府只要卖土地，我向来都有意见。好，
但是经过解释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底费地，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再说。下上个礼拜是红建一哥的。好，那就那我们这个案就通过就交付哈，互委。呀，130036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互委。130037案有没有意见？有意见就赞歌。130038案有没有意见？有意见我们就赞歌，就不要谈了，可以吗？我们进入二读好不好？我要提进入二读，因为要跟市府的议员提案的部分一起。好，那我们就进入二读。进入二读。好。是啊，因为这个案子市政府送来的时间比较晚。好。那法规会在审议员提案的过程当中，这个案子实际上是有被带到台面上一起来看，只是并没有完成法定的程序，所以我就觉得不用再附法规会审查，直接进入二读了。好，那我们进入二读啊，一起并审。接下来议员提案130096案有没有意见？啊，有意见。等一下，主议员提案呢？请问诸位议员，那个案子哈，好像牵涉到很大的一个内容，是不是？我们先请原始提案人做一个提案说明好吗？没那个，请问有我们是不是有意见？我们暂时因为有一个案子跟他可能要并在一起。130099案也是同样的，嘿。所以我看先并一起讨论好不好？他有意见我们就赞歌，对，再讨论。不是，我没有说要赞歌，但是他这个部分，这个好像又是什么土地，又是中央啊、哦。我觉得需要说明一下，提案人说明一下。那我们是96案跟意见，好不好？因为这个案子是至于说现在危老条例有年限的问题，但危老条例不比都更，都更遇到公有土地或公有财产房子的时候可以走权利变换，可是危老条例遇到公有房屋的时候是没有所谓的权利变换的，这个问题必须要100%同意。那我们危老假设我一块基地100坪要重盖，里面刚好有一层楼的2楼是我们是有财产，那请问一下我们怎么做？是目前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动作，所以因为围绕在建管处里面有很多案子遇到同样的问题，才询问财政局，财政局也认为说这是个问题，是应该要解决，可是解决依照所有的国有私有土地的处分方式，那可能是不是可以授权给他们来处理，让速度更快一点，让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围绕条例的案件可以增加，并没有别的特别意思。所以这个东西因为之前在150平方公尺以下是要授权给财政局处理，但是如果土地超过150平方公尺是由我们议会必须要通过才能那么使得卖资，所以在这边我的要求就是说，我的提案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在150平方公尺以下的现有房屋含土地交由，如果遇到危老条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交由台北市政府的财政局去做一个让售来处理？那让售当然有一些先决的条件，必须要细则再去定。以上跟大家报告，谢谢。好，我看这个130096案跟130099案就并在一起哦，我们就交互嘛，到公务再去讨论，到公务去讨论就好了、啊。拜托的啦，拢议员提案的呢，啊。那我好了，那我们就赞歌啊，好不好？那我们就赞歌了啊。你有意见，我们就赞歌，就不要讨论嘛，好不好？你讲了要不要人家过嘛？好啦，李信元，李信元，好啊，你讲啊，三分喽。争取主席同意啊。这个是这样啊，这样的做法万万不可。台北市私有财产自治条例里面明定的很清楚啊，明定的很清楚，我们的私有财产要出售的话，必须先经过议会通过，然后再送行政院去核准。那但是这一个竟然是违反我们自治条例的做法，要先送行政院核准，然后呢，要不要经议会通过？
啊，跟议会备查就可以了吗？然后市政府财政局就可以卖，那这问题可大了。第一，你要让售的对象是谁啊？啊，让售的对象是谁呢？然后围绕社区的住户有没有优先购买权呢？然后让售的对象变成来控制围绕建筑物里面的一些利益的分配，这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我建议了，我建议围绕条例应该，我们在订定啊围绕条例的时候，应该加都更条例里面的一些条件，也就是说当你有私有的土地在里面的话，我们没有否决权，我们必须参与它的合建，必须参与它的合建、哦、然后一起来分配，这一个依照权变来分配，就是说我们私有土地把围绕条例里面去修围绕条例，就是如果有私有土地在里面啊、哦，他可以参与合建，跟都更自治条例一样啊，那就定了，围绕条例里面去定就好了，对不对？母法去定就好了，我们修母法，而不能够用这里啊去破坏我们台北市土地的一个让售的一个原则啊、哦，我们修母法就可以了。我想我在这里做这个最具体的建议，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如果说你今天按照我们现有来讲，你土地要经过议会让售，我告诉你好了，在议会里面经常被反对，反对以后反而影响了围绕条例的它的一个这个重建的期程，也会影响。所以我是具体建议哦，还是应该要回归到围绕条例里面去修母法。我们公有土地就是没有否决权，然后跟都更一样，必须参与它的合建。这样就解决问题了。我觉得釜底抽薪要这样做，也避免引起一些弊端。哦，我再强调哦，避免引起一些弊端，好不好？谢谢。好，洪建议员。谢谢庆元兄哦，庆元兄，我跟你说明一下了哈、哦。这个部分原则上，我在跟财政局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你提的问题真的非常严重，怕说是不是有心人士最后面来卡这个围绕。所以财政局跟我们有讨论到一个细目的部分，就是说你自主围绕在更新的时候，你要自主的人有优先承购这块土地，甚至要报 99% 台北市政府才可以让售这块房子跟土地。再者，你台北市政府是不是有人申请围绕里面这个基地里面，刚好建管处知道这个基地里面有公有的土地、公有的房子的时候，财政局就要马上启动他们估价机制来等待这些其他的人，也就是说所有的住户共同人优先承购，这事情都有谈论到。不然如果依照庆元兄的说法，围绕遇到公有财产的话，他围绕没救了。如果中央修母法这个部分有请教过内政部，内政部说这个东西修法其实太过于长远了，所以希望地方针对这个部分自己可以讨论一个方式。而且当然刚才庆元兄所说的那个弊端，我们在讨论当中都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人可以优先承购，唯独是这一块的共有土地人、共同新建人才可以优先承购，有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也希望如果当遇到这个问题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庆元兄提供很多意见，大家共同来讨论，来解决围绕真正遇到的问题。谢谢。好，那我们就交付公委员会。体大，所有市政府的土地要让售，必须经过议会，不能授权，必须经过议会，这个是非常坚决的，啊、哦，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跟议长报告一下啊、哦，都更在进行期间，公有土地要让售，你知道多贵吗？我们在新义区。有一个国有财产署的土地，等一下，他国有财产署的土地，因为在都更进行中，结果让售的时候，中央国产署评估一坪要让售700多万，一坪要让售700多万哦。请问这些拥有优先购买权的，会去买一坪7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把都更利益全部已经扒光的东西吗？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财政局
到时候到底要给优先购买权的对象要让售多少钱，是用评估市价还是经过核建后的利益，这里面很大的问题哦。如果是用评估市价的话，那核建后的利益是谁分享呢？我们公有的土地为什么要给核建，为什么要给围绕建筑的土地所有权让他分享我们台北市民纳税人的利益呢？所以这是个大问题耶。好啦，这样好啦，一定你知道意思吗？我知道啊，是让售是评估市价还是核建后的分配后的利益？好，那我们我觉得这个大问题，我们就把1013-0096案跟1300099案两个并在一起，就两个案，这两个案先暂搁哈，就不再讨论。接下来1300097案有没有意见？我想这个案子哦，大家都有共识，那我们就邀请市长来专案报告，这个直接就进入二读。题目我们就定于有关107年11月29日由市府前顾问李文忠邀集各局处首长讨论大巨蛋案会议专案报告，好吗？很长啊，题目很长。我再念一次，要再念一次吗？没啦，没秘密啦，别说秘密。反正来的就是要你给我问问看是什么秘密。好，那报告专案报告的时间是下周一6月24日上午9点30分至12点30分。专案报告的书面资料请市府在星期五6月21日中午12点以前送至本会。有没有问题，秘书长？好。好，那我们这案就通过。接下来13009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交互委。13009案跟刚才那已经合并在一起了哈。啊，吴世正议员。是，你是98加签的吴世正议员，秦惠珠也是加签吗？钟慧君议员。也是加签，洪建议员也加签，女方如议员也加签，好啊，无啊，王志斌也加签，郭兆元议员也加签，蔡永德议员加签，够不？好了，那13009案跟刚才96案是并案的哦，13011100案有没有意见？好，加签。就是互为了哦，吴市政议员加签，13001101，有没有案？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互为。13010103案有没有意见？哦，02案，对不起，13010102案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互为。啊，提案人好，提案人不在，我们就暂搁哈。因为我们上礼拜已经讨论过哈，提案人不在就不讨论。03也暂搁。哦，那13010101案也暂搁哈。接下来二读会一般提案13003案有没有意见？王世坚保留大会员花园权，郎某来，那我们就照审查意见通过哈。议员提案二读会的。13006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8案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照审查意见通过。
13008案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就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8案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就照审查意见通过。13008案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照审查意见通过。二读会报告案。13003案有没有意见？有意见，我们啊，好。啊二招可以讲一下吧。杨靖宇议员。主席啊，那个财建委员会在那边做一个回答，因为在这个财建委员会讨论到这个向那个捷运重置基金借贷的时候，那有讨论到一个利息的问题，就有三个数字。如果是我们市府向富邦银行借款，它的利率年利率是 1.1%， 然后在这个向重置基金借款是 0.162%， 然后但是呢，捷运重置基金如果把这个钱是放到别的银行的话，它大概会有 0.62% 的利率。所以因此我们在财经委员会讨论的时候，我们特别就是说，我们以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尔后市库向各基金调借资金，市府不得损及基金的收益。也就是说，台北市政府省钱，可是捷运重置基金却撩紧。所以因此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附带决议。那因为我们的一招现在目前不在，所以我们财经委员会由本人代理回答。谢谢。好。那还有没意见？好，买尊重一个晚会哦，买一个尊重。基本上来讲起来，你看他送文的时间是一月，大议会才刚刚成立，没有开会，他已经是先斩后奏就动资了。给我质询完成了之后，他又说：“那我们议会有意见，那我把他钱还回去。”说这个案子等于是不存在了，因为他本来借了，他又还了，所以议会真的讲起来是台北市政府的议会局。所以这个案子我有意见的原因是，市府如果你要动用任何一笔这样子的资金，没有经过议会同意之前，你不准先斩后奏。好。潘怀忠议员。这个部分哦，刚刚各位议员提到的，我其实也是很关切这个案子，就是刚刚我们有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提到，就是说当时是为了省钱嘛，哈，其实我们原来就知道他省钱，所以我们很支持，就是他们做所谓的内部的调度，哈，我们议会也都通过，我记得当时还有给一个额度，叫做不得超过70%，啊，我们75是吧？75，对，所以那我们既然给了一个75%的这个上限，就表示我们议会根本就同意。你做内部的资金调度来节省市库的支出，那结果呢？很有趣的是呢，突然间，上个月全部还掉了，就是现在这个案子，就这个案子，他借了180亿，他全都还掉了，对，总共加起来就200多了嘛。那我觉得好像有点赌气的感觉，有点赌气。那我们对于市政的工作不能用赌气来解决啊。如果当时你觉得这个调借资金是可以省公堂的，那我们议会也都支持你省公堂的，你怎么可以就是赌气了就把250亿都还掉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严重哎。我个人不是说通不通过这个案子，我是觉得说今天如果按照赌气的方式来做市政的话，这个不可以的。所以我那个主席啊，我要求啊，你这个市政府要来报告这个案子。为什么明明可以省钱的，你现在不省了？那你不省了，你浪费我的钱呢？你浪费我台北市民的钱呢？我要你来报告。如果他不把这个事情报告好的话，我不排除啊，结合各党派的议员，叫他来专案报告。好，那我们就请财政那个徐小新议员。除了刚刚大家谈到的以外，那就我们的了解，是不是这个钱还了以后，另外还有向富邦银行另外借钱？那如果借钱的话，请教的是跟富邦银行借了多少钱，这个利率是多少？
好，那这个中间的差额，为什么市府原本讲说要来省钱，但是现在又愿意额外去负担这样子超过本来的利息的部分，我觉得也要请市府跟我们一并说明。以上。好，谢谢。李庆元议员。好。是。当时这个问题是我问的，我问的当中我是翻了重置基金的资金调度的条例当中，并没有一条是来做挹注市库之使用，所以说市政府之后才去借了富邦的钱，他也答复其他议员询问的过程当中，他说没错，这个借重置基金利息低，借富邦利息高，他不是为了赌气，我估计应该他是在法源上是有释法性的问题，所以这点我觉得请捷运局或者是请财政局要讲清楚，你现在重置基金的运用的当中有没有可以做市库挹注之使用？好，请李庆元议员。好，这个哈，我要跟各位报告，我也非常讶异啊，为什么有的议员提出质疑了以后，就把这个向重置基金借款哈，忽然就把它还了。好，就把它还掉啊！还掉以后，就变成我们跟台北富邦银行，哦，开始借贷200多亿，哦，精确的数字啊，我没办法说，就是把原来向重置基金借的钱，全部从台北富邦银行，啊，挂在那边的借贷额度啊，把它借出来，哦，借出来。那在这里啊，这个案子里面我看不到一个东西。我看不到什么东西呢？看不到说，我今天跟台北富邦银行，我们还给重置基金，向台北富邦银行借，那跟重置基金，我们到底是给多少利息？那么向台北富邦银行借，又给台北富邦银行多少利息？这利息的差距有多大？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说实在话，我们自己府内自己的基金。跟向基金去借钱，就算利息高一点，我也宁可跟府内的基金借，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啊，左口袋进入自己的右口袋，天下绝对没有说啊，我让银行一个跟市政府没关系的向银行去借，然后呢，然后从人民的纳税钱再来去还，我觉得这个非常荒唐。所以啊，这个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讲明白。坦白说啊，我这一次到高雄市去了解一下，发现高雄市的总负债将近3000亿啊。我们台北市的负债可以低到水位低到剩900多亿啊，而且还在逐渐下降之中，殊为不易，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支持市政府啊，只要我们今天重置基金。帮他借的，我们随时可以从银行搬过来再还他，他需要的时候马上还他，这么好的事情，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议会要反对呢？好不好？可见了，有人只是不理解而已，并不是为反对，好不好？请外诸议员，请外诸议员。好，主席，各位同仁，我提一个程序问题哈，这个案子是。二读会的报告案，好，那么如果我们大会通过的话，因为他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嘛，大会通过他就可以去执行了哈。那委员会审查是让他通过，然后给他说下次不可以哈。那么一招不在，好，那刚刚由这个成员代说哈，就是那个杨金宇杨议员哈，委员会成员代说，那显然大家有很多的意见，可是。不知道财政局有没有在场？我觉得，如果现在是不是先请财政局长？对，如果现在其实大家是已经在做实质讨论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要请他们来做个说明，再具体深入讨论？好，那我们就先给局长讲哈，请他。各位议员好，
这个案子主要是在去年1月11号第12届第17次的临时大会第7次的会议里面有做决议，那市库向市府各特种基金调借的款项应该要事先来函告知议会，而且调借的金额不能超过那个基金余额的 75%， 而且要确保这个特种基金的调借额度可以随时取回，那维持基金的安定。所以这个案子是在我们就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做调借的时候，那发函给议会这边的，那是这两笔，那所以这是我们这两个报告案的缘由。那市库做向特种基金做调度，它的依据主要是依据就是1997年的时候，那时候议会做了一个决议，那也因为那个决议之后，后来我们就修了市库的自治条例。没有，每一笔要做的时候都会请捷运局那边去确认，不会超过那个基金的余额的 75%， 而且在我们发函跟他要调借的时候，都会里面都会载明，只要他随时有资金的需求，我们一定会立即的就是返还他。项目的部分不是，就是调借的理由。好，跟议员再补充报告一下。那刚就是说去还重置基金，也没有说所谓的赌气的问题啦，因为只是外界一直会有误会说我们是挖东墙补西墙去还债，所以才做这样。我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在我们在今年就是在六月的时候，我们在1998年发行的公债100亿，它在六月底之前就会到期。那当时10年前发行的时候，利率是比较高，2.2%。那到期了之后呢，我们的债息的压力会暂时的去减轻，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做一些就是资金的一个的调整。那我们也有提到说，这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做法。那后续我们其实还是如果再跟捷运局这边谈好，就是那个洽借的利率的话，我们之后还是可以就是再做这件事情。那不过还是要先跟捷运局那边要讨论。好，我们请游淑慧议员。这个案子上一次我有质询过哈，那上一次陈副秘书长解释的蛮清楚的，原本就是准备举债的嘛，只是考量说利息的高低。可是我觉得这个以后是不是变成一个常态性？就是如果你要把重置基金当作一个大水库去借钱的话，那你利息方面，就像刚刚那个庆元议员说的，就你还是我即使市府要支出这个利息，我宁可支付给市府自己的基金，就有钱市府自己赚，不要给富邦赚，是这个概念。可是你那个利息定的利率就要符合说，原本我重置基金去拿去存，假设可以 0.6 好了，那他借给市府总还是要是 0.6 吧，最少也还是要 0.6 吧，不能说因为他有沉没成本嘛，不能说我借给了市府省了利息，就重置基金就少赚了利息嘛，这个就是损害重置基金的本身。那至于有没有违反重置基金的用途，因为重置基金是有自治条例的，我看了一下，它里面有说是可以偿还借债的本息，可是这个偿还借债的本息里面并没有说用途，说没有限制说是不是捷运借债的本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议会跟市府应该把它变成一个既定的 SOP。 现在因为一下子说能借，一下子说不能借，议员说不能借你们就赶快还了以后又发现说你是借高还低，又有利息增加的支出，可是其实不需要，因为这是一个会计问题啦。就是你们市府如果评估过，然后在自治条例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以后这个事情就可以把它常态化了。因为上一次陈志明秘书长是有说，他还是在举债的余额还是看得出来的嘛，哈，他并不会变成隐藏性的负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比较透明一点。剩下的就是会计问题了，就是我们到底重置基金能不能借给市库，那借了以后利率到底要定多少，起码要让重置基金划得来嘛，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嘛。所以是不是说你一个办法然后来市议会来审？那这边跟谢谢那个简淑培议员，我每个人3分钟哈，有人那么多要发言，对不起。好，这个重置基金的部分我在上一届的时候其实有先提出来，那时候市长柯市长借重置基金的钱大概是有史以来市长借的最多的
不过针对于五月底的时候，市府把重置基金200多亿的借款全部都还完这一件事情，我有点疑义。是第一个我想问的是说，我们还了重置基金的钱之后，我们是不是跟富邦借钱了？是，目前是。好，我们跟富邦借钱的利率是多少？因为它是一点一，对，因为它是一个循环的高度。对不对？好，我们跟捷运局借重置基金，付给他们的是多少？0.162，对不对？是。好，那捷运局去定存的利率是多少？0.62，平均是0.62，高的有到一，低的也不会超，也不会低于0.162。结果你们放弃了跟捷运局借，哦，你们没有去把它调整利息到他去定存的，你们是 get 亏。很亏，李文给您咨询说你们挖东墙补西墙，然后你们就生气了，你们把钱全部还完了，然后去跟富邦借更高的利息给富邦赚钱，然后亏我们的这个我们捷运局重置基金从过去借了那么多钱给你们，你们就只付0.162。然后我在今年的交通部门咨询的时候要求捷运局要跟你们谈，你们如果要借钱的话可以把利息提高，不能只有 0.162。 你们跟捷运局借 0.162 这样的利息已经借多久了，局长你知道吗？应该有，局长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大约这一年来的调借都是 0.162 啊。对对啊，那你们没有觉得你们占人家便宜吗？好，你现在占人家便宜，然后现在讲说被议员骂我不借了，我去借更高的跟富邦借，那中间大约 0.5 到 0.6% 的这个利息差就被富邦赚走了，所以你们在图利财团吗？好，我这里跟议员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借的这个钱呢，它主要是去支应就是市政专案建设的借款。那市政专案你跟重置基金也是去支应这个在借款啊？那它这个借款的利率本来就是 1.1%， 那所以其实这是原来的做法。好，那你们跟富邦借 1.1， 你们为什么不能用 0.6 或 0.8 去跟重置基金借？好，我跟您报告一下，0.6 跟0.8的部，我们当初为什么会用 0.162， 它的这个利率不是固定的，它是采用五家银行的定存11个月的定存的排告利率，大额的定存，那还会跟富邦的大额定存的排告去比，孰高的才会。好，非常好。好，时间到。好，请这位议员。好，那个主席啊，各位同仁，那因为我是财建委员会的成员啦，哈，那个审查意见二也是本席在财建委员会里面提出来的哈，所以我要在这边寻求哈各位同仁能够支持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哈。那其实委员会的审查意见里面有提出那个审查意见二哈，就是就跟刚刚徐议员吧哈或简议员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啦。我们支持市府利己，但是利己不能损人呐、啊、哈。过去的跟这个基金呐、啊、调借资金的时候，市政府省下了大笔的利息，可是这个利息里面呐、啊，其实有0.05的部分，其实是等于这个重置基金拿钱来补贴市府啦，因为这个。重置基金啊，它的定存的利率跟借给市政府的利率大概有 0.05% 的这个落差，等于是市政府跟捷运基金借钱啊，捷运基金拿自己的钱，大概一年以240亿来算的话，大概一年大概1亿左右的钱补贴市政府。那我们认为市库得利不能让基金受损，所以我们才做成了那样子的一个审查意见，就是市政府向各种特种基金调借资金的话呢，不能损及它原本应该要有的收益哈。那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出来，希望市府也得利，然后我们的基金呢至少没有受到损失，这样子是双赢的局面了哈。那在这边，其实刚刚很多议员的
发言呐、啊，其实基本上也是支持委员会的这个审查意见哈、哦，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什么要检讨的，我都可以，我认为我们都可以来好好的讨论，但是要请各位同仁能够支持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好，好，接下来请王浩议员。我只是要问一下陈局长，是政府的政策是那么容易改变的？那你借这200多亿从重置基金来了，刚刚有议员念了他这个条文当中是针对偿还本息，我想请教一下，重置基金是设在哪个局？他偿还的本息是哪个地方的本息？是台北市政府在新建捷运系统的过程当中，在中央补助款不足的部分，当时我们去跟不管是银行或者用发行市库的公债的方式去举债，这个重置基金存在的目的是去偿还那些的本息，而不是被你们扩大延伸解释说你可以作为市政府财务调度之使用。我就说点历史给你听听，张子阳在这里，当年他在当停管处长的时候，马英九当市长，要从停管基金去调度也是一样啊，做市库的使用，我就是不让他通过，连续两次送预算，我通通把它删掉。第三次马英九问我说怎么办，我说很简单，你的法规当中没有这一条。他说我怎么用，我说你蠢得跟猪一样，你加两个其他不是就可以用了吗？你以为陈志明那么乖那么听话，重置基金当中如果可以作为财务调度使用，他不会赌这口气，他如果今天是不可以，他才赌这口气要还，因为他的法上有站不住的地方。所以我今天要问你一件事情，重置基金当中在现有的条文里头，请一下张局长，有可以作为财务调度使用这几个字眼吗？他举荐是针对捷运的部分，对，所以除了捷运之外不含在此。这就是陈志明今天被我问完了之后他为什么要还钱，你以为他支持啊？他是不要脸才还钱的。好，请杨靖宇议员。本席也是财建委员会之一啊、哦。其实，在当我们财建委员会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一招我们丙府议员在这边有做过一个说明，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名词上面造成了第一个误解，也就是说，它是用电还。所以因此呢，丙府议员质疑是否从重置基金调借钱回来，对外界会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是说我们市政府又还了钱。所以因此在造成第一次的质询里面否决这个案子的时候，最主要是说我们台北市的负债948亿，并没有说因为从重置基金拿出去还掉以后我们就变成了700多亿，对不对局长？没有，我们的总负债还是一样948亿嘛。所以因此才会经过几次的讨论之后，你才会把这个钱还给重置基金，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那个唯有议员特别我们就讲到，就是说在上一次前两天我们开那个财建委员会的时候，我们特别做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说以不损及这个捷运这个重置基金的这个利息的收入来达到互调的一个原则嘛。所以因此呢，在我们跟富邦银行借是 1.1%， 但是呢重置基金它对于外面的放款它可以收到 0.62%， 可是我们却跟重置基金的利率是 0.162， 所以因此这三个数字会造成我们是否得利而造成重置基金的损失，是不是这样子局长？昨天的讨论是这样子，议员们，所以其实这个钱都已经还掉了嘛。我想今天在座所有议员同仁所质疑的两点，第一点，这个重置基金这样子来挪用去还给富邦银行是否合法性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好的政策你不能贯一而实之？就说明明是可以帮市府省钱的，可是却依照受到质疑之后，质询之后立刻就更改。我想今天在座议员所关切的是这两个重点，我想可能局长来回答一下，谢谢。好，请王宏威议员。啊，主席还有各位同仁，那我想哦，就说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财建这两个案子，因为它都已经发生，甚至已经还款了哈，所以我们变成只有追认啊，也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跟动。可是我觉得刚才我们很多位同仁其实讲得非常非常对哈，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跟重置基金啊去借款，然后事实上就是等我们左手放到右手而已啊，这个部分啊，我个人认为。其实从一个资金的调度来讲啊，它是有道理的啊。那比如说你今天
我们跟重置基金如果借款是 0.161 对不对，162%，然后我们不跟重置基金借了，改去跟富邦银行借1.1%，来来回回大概差个一个百分点。那如果200亿一年的这个利息支出大概就1亿，就1亿，这两亿，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从一个调度上来讲是合理的。但是啊，我觉得最开始这个根源其实很多议员关切的就是因为你用这个重建就左手变右手，如果你要变成美化我们市府的财政赤字，这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我们还是有借款在那里，那只是你从跟富邦银行借然后换成重置基金借，然后对外好告诉大家呢好像很美化，说我们市政府很厉害，我们的财政非常改善，然后我们的赤字减少。好，这个说实在这是投机取巧，而且呢事实上是假新闻。好，这是讲假新闻，我想大家比较关切的是这一点。好，但是呢从这个利息的支出来说的话，确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调度方式。我平心而论，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财务，你今天是家里的一个财务，你也会做这样的调度。好，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重置基金的借贷的相关的办法，如果是根本不能做这样调度的话，这是一个违法的借贷，好，或者是违规的借贷，那这部分也许你们就要去做修正才能够一劳永逸，而不是说只是好像图一时的便宜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觉得我们对这两个大概也没有办法说不通过了，因为我想今天包括我们几个财建委员会的委员他们也很认真在审查，但是这相关的就是第一个，你们做这样调度不要去释放所谓的假新闻，以为让人家觉得我们财政赤字改善了，事实上没有改善。第二个就是我们筹置基金该修就要修，如果不应该修的话也就不要做违规使用，好不好？以上。好，谢谢吴市政议员。因为他第一次这个借调的事情已经这个从科批第一任就已经吵到现在了，那就是因为财政局那个前任的陈局长一直是不遗余力的这个擦脂抹粉，所以也引起很大的这个反感，因为觉得说你这个财政局你有你的财政专业财政纪律都不管了自己跑出来当发言人，哇，美化这个财政的情况让大家误以为也许这个没有这样子讲，但是讲法上一直说科批还了，把这两件事情一直混在一起讲混淆视听自己跳出来讲。所以我们很多议员一直觉得说这个实在是不应该这样做。那其实因为这些基金当时设立就是有它的目的，那这些规则应该也是有报议会来备查就是我们知道的基金就是不可以乱用，很多基金有它的目的东省西省省下来或东收西收收下来的钱就是有一个特定用途，要让它顶级的时候怎么样支用，这个是很正常的，这财政纪律就是这样子嘛。你如果说为了可以省一点这个利息费到处乱挪用，那设什么基金，根本什么基金都不要设，全部给你们市府乱用好了，市长说了就有人配合要当官的就配合自己财政局自己搞乱自己财政纪律，基金有基金的规定不能移，它有它特定用途就是特定用途，移来移去然后对外讲的美化来美化去，这个都不是专业的财政局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引起这么轩然大波，现在借了又还所以刚才我们议员也有建议，你这个基金要这样挪用，你修改你的规定报来我们议会，让我们知道你以后要这样子用你没有报之前怎么可以这样子挪呢？这科批就是这样子我自以为自己是皇帝一样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财政纪律，然后财政局陈前局长还极力配合到处放话，这简直是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好，那请汲取教训了，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了。请李清源议员。这个基金调用哈，有的县政府像应该是苗栗吧，所以他就滥行调用，所以每个米缸都空了。但是我们的调用啊，可以看得出来是善意的，哦，是为了减少市库不必要的支出哦。不过我在这边呢，啊，要跟捷运局讲哦，财政局账很会算，但是你捷运局啊，账也不能不算，因为啊，你用 0.162， 坦白讲啊，你是被财政局啊吃豆腐，吃得很严重，因为这是机动利率。所以按照星光银行最新的要固定利率，固定利率啊，大额存款你可以跟财政局谈，局长，5亿的固定利率哦，是 0.53 哦。如果你把它184.5亿拆成37个5亿，你可以跟他谈，哎，拆成37个5亿，为什么要拆那么多呢？因为有时候随时可能要还钱啊，对不对？那你可以有的可以用机动利率啊，那你觉得不用花这个钱的，根本一年内两年内根本花不到的，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谈固定利率？固定利率1到5亿的，1到5亿的是一个月的 0.45 厘，一年期到 0.7 厘哦，一年期 0.7 厘哦，那你今天一年内都用不到的，你就跟他谈 0.7 厘啊，反正大额存款你跟他存拆成4亿5亿都可以啊。所以局长，是我们重置基金本来讲利用这样的利息收入可以让它不断的壮大，这个对捷运的发展是绝对是正面的。那市政府左口袋到右口袋没关系，反正你我宁可付给市政府的这个口袋，也不要给外面的银行赚掉。所以你要跟他谈的，不要被他用机动利率啊，啊，被他吃豆腐吃得那么严重，好不好？这一方面希望你跟他们检讨。OK， 谢谢。好，洪建义议员。好，那我们可以先宣读一下资料，好不好？无你明仔，从明仔载袂服你。来来来来来。那个各位，你们先回坐好了。局长，你们先回坐，请广播一下。无时间嘞，我当时间嘛无时间。
好，我们那个额数到齐哈、哦，那我们现在继续开会。那个洪建议员，你要继续问哦，请局长、财政局、检验局。检验局长，同志基金原则上只能用在重大工程捷运的需求。捷运的资产的太重置太换，重置太换才可以去动用到。那财政局在你们之前为什么动用这笔资金没有经过议会同意呢？因为依那个市库自治条例，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1997年那时候议会做了一个决议，那基于就是整体的不能超过75%，对。但是那个东西有没有凌驾重置基金会的一个决议跟它的一个规范？哦，我们主要是依市库自治条例的部分，可以向就是特种基金来做。所以你自治条例的部分有没有比这个重置基金的一个规范来得高？有。有，所以可以这样调度。确定吗？不要糊弄我，确定吗？我们这个调度其实自治条例当时就是议会要求我们要这样子定，要求我们去修自治条例，叫我们修了自治条例以后送议会审议通过以后，都必须要在府内的资金调度完了以后才能去向外界，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不调度内部的，我们都是以前都是直接去向外界。既然你这么理直气壮，为什么要还掉呢？还掉是因为它引起太多的争议，并不是因为是因为引起争议，所以你可以必要我们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给你们的规范吗？讲这样子对吗？然后一年多花2亿多吗？我这边跟议座这里报告，就是我们跟富邦的循环。我从头到尾没有讲话，你现在跟我讲的义正言辞的说，你现在是因为台北市议会给你们一个1997年的条例，所以你们可以自动去调度。那既然是这样子，理由这么正当，那你没事还他干嘛去跟富邦借1.1亿的利息呢？跟伟龙你在讲，那你这样应该跟他其他议员有意见的，你就直接讲出来啊！台北市议会同意你们的啊，为什么不敢讲？那又为什么要偷偷的还回去？给你尚方宝剑，你不用。跟议员这里报告，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到，就是我们主要是因为1997年议会给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授权，那也我们同时去改了自治条例、市库自治条例，所以我们是依市库自治条例去做调度。那也提到说，我们其实现在是一个暂时的做法，因为我们的公债到期，一年要付2.2亿的利息，那现在把它转，就是公债到期之后，我们暂时的债息的压力是比较轻的，所以我们在就是5月底到6月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资金的一个调整。那我们也提到就是暂时的，那如果议会这边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跟就是同志。好，时间到。我想这个案子既然130003案，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共识的，我们就赞歌哈，辛苦财建委员会哈。130013案也是一样赞歌哈，两个案都赞歌。接下来法官案。请翻开13008是这边吗？请看130008案哦。修正台北市政府投资事业营业监督自治条例第9条文案之审查意见，条文审查意见，第9条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审查意见通过。走了。
接下来我们审130048案，修正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条例第11条条文案之审查意见。第11条有没有意见？请教一下法规会，在自治条例第11条的第5项的部分，看我们委员会审查的意见结果，它有两个地方，我觉得可不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我们审查结果的第5条里面，建筑物登记总面积不小于不小于事业计划，什么样的事业计划，可不可以把它明定定清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它在前面的第5条的前面就是说，事业计划报核日之合法建筑物登记总面积，可是我们审查通过的部分是写事业计划报核前，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以报核日当天会比较明确一点？那整个审查的过程我没有意见，但是针对这部分我刚才看到是不是提出来，请法规会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可以说明一下，还是说请督发局？那我们请召集人好吗？好，法规会召集人。一个，洪建议员是提案议员，所以他的问题他自己答复。第二个，这地方我觉得我有意见的是第5点哈，那个倒数第3行，都市更新事业计划报核日之，我通过的不是日之哦，我通过的是前哦，我通过的是前，谁改了我这个东西谁要负责？我通过的当中是我是日之是前。但是这里没有经过委员会的同意就任何改为这个，虽然这是法务局提出来的建议，我想法务局提出来的建议也必须要在委员会当中通过了之后哈，才能够为之。我召集人在委员会审查过的意见不是这个字眼，结果你可以进行改为这个字眼，我是觉得这个极度不尊重委员会，所以我建议本案暂搁。啊，这个案子我们就暂搁了。不打。不是。跟议员报告，我们要看的是最后一行，法规会通过的是刚刚，对对对，通过的版本是最右边那一个，没有问题，是。现在最主要是体力上，我们通过的是报核前计划前，是。可是你们希望改成为日之，那日之状况来讲，它以跟前面的那个部分来讲会吻合。这个部分我没有意见，是在今天开会之前，都更处也问我的意见，我说这个因为我审查通过的时候的字眼是钱，我不能修改，所以请你们要提案修改，我会尊重，但如果你们不提案修改，你让原提案人自己都说明，所以说我叫他自问自答的原因在这里，你懂意思吧？他是提案议员啊，所以他不能提案来问我，他还问他自己啊。建管处那个更新处他们建议说这东西会比较有明确，哦，那至于46平方公尺这部分之前有在大会跟大家说明过，至于说刚才前面写的所谓的建筑物登记总面积不小于都市更新事业计划，这个东西是说请示我们的法规委员会针对这个部分有没有机会把它写个更明确一点，跟都市更新事业计划这个部分，对，路的部分哈，我是没有意见。是审查的过程当中，法务局、都更处、都发局都没有意见。现在有任何的疑惑，请主管机关尽向议员解释。至于说第5条倒数第2行这个前字，我审查的过程当中，我在敲锤子决定通过之前，我问过法务局，我问过都更处，我问过都发局，我问过当天在场提案的议员有没有意见。都没有意见，所以我不更改我通过的任何一个字。是，好，那也可以了。好，那没意见，我们就照审查意见通过。接下来是130048案跟130008案，就受三次都受行议会哈，议事组哈，好。
接下来是130078案。这个刚才有进入二读了，合并审哦，跟四五提案130038案都合并在一起。有没有意见？台北市重阳敬老金自证自治条例名称有没有意见？台北市重阳敬老礼金，议员提案的、啊，这议员提案的、啊。话就笨了。你要告诉我们是法规委员会审查意见这个版本对吧？对吧？应该是以审法规会的审查意见嘛？对对对 对, 对。名称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审查意见通过。第一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照审查意见通过。第二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照审查意见通过。第三条有没有意见？有意见。讲各位同仁，因为我是法规委员会的议员哦。但是因为这个案子在法规会的时候我保留大会发言权，那我等一下会请我们法规会的同仁发一个我们要提案的修正，这是我跟副召周辉佑议员我们在法规委员会提的，就是第三条各位看到敬老金的发放的对象，那因为我们在法规会修法的时候已经针对所谓发放的集聚跟金额我们没有做决议，就让市政府来做决定，那同样的在第三条的部分是发放的对象，那目前为止法规会通过的是议员提案的版本，但是我跟二招提希望能够增加第二项的文字，我先念一下给大家听，前项发给对象市政府得订定办法限制一定资产以上长者之领取资格，这个第二项的原来的意思是希望有关台北市相关的增加预算的给付行政，我们希望能够有相对来的裁员，第二个我们希望发给的对象有一定的排付条件，那这个排付条件我们认为应该要让市政府订立相关的办法去限制一定资产以上长者的领取资格，这个也比较符合目前为止相关的，我们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福利都有所谓的排付条款，所以请各位同仁能够看一下你等下发给大家的这个第二项，那第二项的内容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在发给对象的部分希望市政府按照他的预算原额去计算多少的排付条件他可能有多少的预算，比如说所得税12%以上的以下的有多少人，20%以下的有多少人，再去订定他相关的发放对象的资格，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让市政府在他预算额度里面来做一些调整，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有必须要有相对的裁员，所以第三条跟第九条我都保留大会发言权，我们希望在这上面如果第三条各位同仁能够支持有关排付条件的话，那第九条的裁员就由市政府自行做决定，但是如果第三条我们按照原来的条文通过普发，可是我们第九条并没有相对的裁员依据的话，这个法条可能会有违反地方制度法、财政收支划分法以及财政纪律法，这三个法都要求我们增加任何预算的法规都必须要明文订定它的裁员，如果我们没有在第九条订定裁员，而只是单纯的就所有的对象都普发的话，可能会有违法之余，就这个部分希望各位同仁能够支持我跟周蔚佑议员的提案，谢谢。修正案就如各位手上这个前项发起对象市政府得定办法限制一定资产以上长者的领取资格，谢谢。好，那个黄珊珊议员提修正案，那修正案要有四位提出附议，好，通过。王议员，那现在我们要讨论还是要暂格？
各位，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就帮忙支持一下珊珊吧，哈。飘雪。议长，法规会召集人。这个事实上在法规会讨论的时候，在这个点上争执相当的多，最主要的原因是议会的一同仁、法规会的成员跟市府之间在这个点上没有互信，最主要是文字太过于隐晦，不是很清楚。就是前项发给的对象，市政府的订定办法限制一定资产以上之长者领取资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包含法务局跟社会局局长所回复的资料，他我们现在发的方法就是有限制一定资格，可是现在跟多数的议员跟民间的期待是有点点落差，所以在这沟通点上，也谢谢刚刚像黄珊议员其他几位议员他们的尊重没有进行表决，所以说用原案的方式啊送到大会。那现在大会中他们提出来一个这个修正的动议，也经过复议的，所以这个部分来讲，我是认为说因为跟原提案议员之间的意见是有落差，所以我是觉得是不是请原提案议员也做一点说明。好，请提案人。基本上会非常尊重就是所有议员的意见哦，唯独就是说在这个市政府的制定办法限制一定资产以上者的这个长者之资格领取哦，这个部分我觉得文字上来讲怎么样的限制法呢？我觉得如果要去修正这些文字的话，如何限制，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一个方式跟文字。那以我手上，就是党团在做这个提案的时候，我们这个65岁以上老人106年度所得税，我们以集聚的分布哦，来做一个最标准的统计哦。大家讲的好像要多限制，那我现在就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大家去通盘检讨，真的有必须要这样子的限制吗？哦，就是说我们要有限制，我们要有限制。以现在台北市65岁以上的长者是高达46万人，那我们限制之后的结论是什么呢？符合所得税 12% 以上的人口的比例，报告所有的议员，有58125位长者无法领取。那我们再把它紧缩到说，再严格一点，符合所得税20%以上的人口比例，大家猜看有多少人？就是23250位长者没办法领取。不是说我有了这个限制之后，我限制了说我的经费会怎么样子的这个省略哦。那我们来讲这个提案，其实是在一个自送，就是自送敬老的一个方向准则上去制定的。我只是说希望各位议员能够了解哦，就是说我绝对尊重这个珊珊议员提的限制一定资产，我们把这个字讲得好像很严肃，好像这个法令制定的好像非排富不可，但是排富之余我也必须要提供所有一个议员就是一个很正确的数字。怎么排富呢？排了很多人吗？十几万吗？20万吗？不是，就是如果说是符合所得税 12% 以上的人口的比例就是58000人，如果符合所得税超过 20%、哦、超过 20% 就是23250人。所以我只是提供这个数字给大家做参考哦，就是5万多2万多排富不能领，但是这排富被放大到已经大家对于敬老金有一点点这个错误的判断。这其实排富应该在于救济金而不是在于敬老金里面去谈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尊重所有议员的这个建议啦。但是就本提案人来讲，如果一定有修正这个文字之必要的话，那市政府得订办法限制一定资产，是限制怎么样的限制法呢？这个就必须不能够说照这个现在我们珊珊我们这个周议员提出来，就是说这个限制一定资产，但是限制什么资产没有一个原则，这点是请这个黄议员跟周议员能够谅解一下。就是说我想因为我是提案人，我也不能去修正，但是我尊重大家的意见，只是说怎么样子的限制资产，大家要把它公开透明的讲，包含了我们的数字告诉我们，今天在台北市有将近7万个65岁以上的市民，他是身障，
他也没有办法用敬老卡。那请问一下，我们市政府怎么对这七万人不能够用敬老卡的身障者？那他到底在资产算不算？还是说我们应该明定，就是说好20%哦，你的所得税，但是后面挂号不限定身障者，都要讲清楚嘛？我是希望说这件事情也跟各位议员。真的很诚实告诉大家，会有这个提案的原先之初是你们台北市政府柯文哲市长说都不说，一夜之间删除啦。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希望走回今天我们议会的一个程序正义。我们今天就算什么都不改，送到你们台北市议会社会局，你们一样可以提修正版来。议会的同仁大家都是明理的哦，所以我是重申，就是说，如果一定要这个有所谓的限制一定资产的话，我希望就是说，到底多少资产，大家说清楚，大家接受市民的检验。但是呢，我一定要公开这个数字，是不要把什么一定限制资产讲的哇，十几万、二十万来，你社会局会多审，你就是顶多在5万多人12%，2万多人20%的准则以上，跟大家报告。好，谢谢黄珊珊议员。是的，我想那个小薇议员，我们在法规会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还是要强调，这个不是跟什么残障或其他，它就是一个敬老金的排付的条件。这应该有其他的社会福利。第二个，排付的条件，我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是授权市政府来定，政治责任市政府自负。也就是说，定所谓的给付行政，我们毕竟是立法机关。不然明天就有青年叫我们发青年金，后天就有儿童叫我们发儿童金，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在相关的裁员或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对市民讲清楚。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让市政府按照他们的财务，他今年有多少的预算可以挪支出来，他订定他的办法，因为办法必须要送议会审议，预算要送议会审议，所以这个部分并不会影响我们议会的审议权。但是重点还是在于一个法规，我们今天都不当议员了，将来这个法规还是继续在台北市有效。这个法规如果被中央打枪，或者是让市政府去提复议，对议会来说其实是有很大的冲击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两个版本中间找一个平衡点，就是我们授权市政府的办法。不然就请议员能够支持我的提议，然后如果不行，我希望能够提交表决。好，谢谢黄婉婷议员第一次发言。从刚才那个两位姐姐，然后还有浩哥的，两位前辈，好，前辈，学姐，前辈，好，前辈的发言呢，基本上都是听出来说，第一个是要不要排付的问题，那第二个呢是怎么排的问题，因为在珊珊的这边是讲说。市政府定立定定办法，但是后来又担忧说这个市政府定定办法呢，可能大家不是很同意或都能够很信任，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应该要分两个层次来讨论。第一个是议会有没有同意要有一部分的排付门槛，第二个才是在讨论说，如果有排付门槛，这个门槛是应该交由市政府还是交由议会重新来做决定。因为可能有议员有其他的想法，觉得怎么排比较好。比如我自己就觉得，然后我也跟其他议员讨论过，我们觉得呢，比照老农津贴的排付条款，或许也是可以行得通的办法之一。因此我建议等一下讨论，应该先行讨论要不要排付，那再来讨论怎么排，到底是交给市政府还是交由议会重新商量。以上。好，请梁文杰议员第一次发言。这个案子其实在法规会讨论的非常多了哈，那我还是重申一下我的想法哈。我记得柯文哲他当初把这个删掉之后，其实他马上就后悔了，他有对记者说那个他是被许立明骗的，就是我们前任社会局长啊，然后被他说他被骗之后呢，就为了要选举，所以又想了很多方法来弥补，所以又搞这个敬老卡，又搞共餐计划，然后又去年又做很多的这个老人的市政参访，其实都是在赎罪了啊。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他其实早就后悔，很想发，但是他的面子。梁远，你也是法规委员会哦。
但是我保留啊，我一刚没跌吧？你没有保留大会话语权，不在场。对，就是放弃，对不起哦。哦，好好，对，那这样我请问朱三议员的想法。对不起，请问朱议员，跟大会报告，这个案子、哦，你以为是法规委员会哦？不是。不是，我先要提出一个看法，就是说跟大会报告，就是说这个案子啊，就是这个条文，我们在审查的时候讨论很多次，那当时黄珊珊议员就说要提出修正案，可是后来没有提出来，没有。好了，没有，我看不，我现在不是，我现在要处理程序，所以我会建议说，是不是这个案子？我们两案并成以后先暂搁，好，因为他这个案子呢，不，这个条文其实是争议很大的，我们今天如果一直讨论也不会有结果，所以我们先暂搁，然后我会建议说这个部分是不是最后交付朝野协商。 好，等一下等一下，来，先许淑华议员。谢谢主席哈。其实这个案子哦，他送来市议会哦，坦白讲是一个非常乌龙的事件，因为呢，从头到尾，他自己不发这个敬老津贴，对的，我知道，他不发敬老津贴，然后呢，因为议会的提了这个案子，对不对？提了这个案子以后，他借由议会提这个案子，他又要继续再做他的一个政治秀，因为他从头到尾，他其实对于这个敬老津贴的案子，他本来就不是那么支持。那我们议会提案的时候，他现在又在网络上在骂议会。那今天我们这个案子在通过的时候，他继续又讲说，你看，他们又要再留子孙，又要把这个敬老津贴再发放下去，然后接下来呢，所有的负债就是议会这边通过来背。好了，你卖个讲好不？对，所以我现在的意思是说，原则上，我不想提的这个案子，好，我原则上是支持的，我们就，但是我不希望，好不好？对，但是我是不希望说，接下来我们议会共同做出来的决议以后，我们在网络上又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好，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个地方，我们透过媒体，透过平面媒体来说明一下这个事情，其实是大家的共识。也希望如果市政府尊重议会的话，也不要对外再讲说这是议会提的案或者是怎么样，应该是大家共同承担。那市长也希望他能停止再做这样的一个政治动作。好，那我们这第三条我们就不再讨论哈，我们就把它暂搁哈。麦克托鲁拿来，我没有，既然没有共识嘛，我们就不再讨论了，不再讨论。啊？表决没有让他表决的，什么让他表决？没有播了。第三条暂时暂搁哈，我们再讨论。第四条啊。黄议员，告诉要今麦还是变，不需要吗？告诉要，不需要吧？我们暂搁一下嘛，好不好？我们讨论第四条。暂搁了，我看暂搁，我们再协调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审第四条哈。接下来第四条。我们就暂搁嘛。暂搁啦，不要这样子啊，珊珊，你也不是赶紧在做议员啊。我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马上表决的？都是透过协商的吧。好，现在额数够啊！啊？差几了？啊，请大家来开会。快，请大家来开会，请大家开会嘛。
没有啦，没有过的，没关系啊。没有过的，没有过的。无啦，无需要安尼啦，无需要安尼啦，无需要安尼。啊！刚才已经承认了嘛，卖个讨论啦，就是战歌哎，你啊，何必安尼啦？请大家开会哦，请大家开会。对，好，好，确认人数。可以，请点在场人数。我们那个在等额数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接下来宣读这个民政财建交通警政卫生公务委员会的106年度的决算及各委员会的财团法人一决算。不能哦，好，不能就没关系啊，好，那就慢慢等啊，再等。来，请各位议员下来开会。
好，我们请议事组清点在场人数。时间4:26，在场议员有钟佩玲议员、江志明议员、陈于金议员、陈建明议员、戴习清议员、杨靖宇议员、高嘉瑜议员、侯汉廷议员、陈永德议员、秦惠珠议员、洪建义议员、邱威杰议员、苗博雅议员、许淑华议员、简淑培议员、李建昌议员、梁文杰议员、王浩议员、徐巧芯议员、罗志强议员、李庆元议员、黄玉芬议员、林颖梦议员、林亮君议员、黄珊珊议员、林国成议员、吴佩益议员、阮昭雄议员、王敏生议员、许家培议员、陈慈惠议员。吉议长，共32位议员。叫他进来，对呀、啊。甘姐，听我叫，三唔三在晒。在场人数，刚刚提人数啊，还是要在场人数。那不进来，那不进来。他可以开啊，可以开吗？啊？要过半啊，在场人数多少嘛？在场人数，要在场人数。清点在场人数。来，再点一次。时间4:29，在场议员有江志明议员、钟佩玲议员、陈怡君议员、阮昭雄议员、陈建明议员、洪建义议员、高嘉瑜议员、陈永德议员、侯汉廷议员、李建昌议员、梁文杰议员、许淑华议员、许巧芯议员、邱威杰议员、苗博雅议员、杨靖宇议员、王浩议员、简淑培议员、黄珊珊议员、李庆元议员、黄玉芬议员、林颖梦议员、林亮君议员、林国成议员、吴佩益议员、陈慈惠议员、许家贝议员、王敏生议员。吉议长共29位议员。好，我们休息，休息到5点再继续开会。
啊，哎，算位。我看额数有困难了，那是不是今天就给大家跑了去放了去跑行程，明天再来处理？而且这个案子哦，因为法规会的立场是因为它有点争议性，我的建议是不是我们明天来政党协商看怎么处理，也不要在议事厅之内大家的发言没有聚焦。我是建议议会。好，苗博雅议员。虽然王浩议员刚刚提了额数问题了，不过我还是建议按照我们议会的惯例，如果有提额数问题的话，是不是请议会再广播一次，请议员来开会，再等五分钟，那之后清点人数，如果说人数不足的话，确实额数不足，我们再散会。还要等，还要再等吗？那我等了对吧？请议员，那就按照惯例哈，就清点，不是，请大家来开会，再等五分钟好了。好，清点政党人数，那请大家下来开会。
请议事组做议事处理。时间5:34，在场议员有王敏生议员、许家培议员、吴佩益议员、林颖梦议员、林亮君议员、黄珊珊议员、黄玉芬议员、罗志强议员、王浩议员、简淑培议员、苗博雅议员、许淑华议员、邱威杰议员、秦慧珠议员、侯汉廷议员、高嘉瑜议员、洪建义议员、杨靖宇议员、阮昭雄议员、陈于金议员、钟佩玲议员及议长，共22位议员。既然不够，我们今天就开会到此，就结束。那明天中午12点，我们就进行政党协商，就有关于台北市重阳敬老金、礼金的自政的自治条例的问题，我们重新协商。谢谢，散会。